龙王在上路，那赵信应该不会一级蹲人，蹲人应该 也应该带纯刃。我抖音刷到过那个什么赵信一级在这个草丛蹲人那个套路。其实这跟寒冰差不多，寒冰一级也是在这个草丛，只要一级直接去那个草丛蹲他就行。赵信是蓝开还是红开啊？这把思路明确点，我直接上级血他。哎，没必要叫闪的吧？敌人在干嘛？就跟打寒冰差不多吧，寒冰一级不就要蹲草吗？一级去寒冰去给个视野，差不多的跑路。你自己能推吧，我去抓扇子。OK OK， 马上来，马上来！我操，我难道我的水平只能打这种黄金波金局了吗？我说实话，感觉上把问题给个助攻，交闪交闪交闪，小兵有点多啊。我不敢去了，我撤了，我撤了。你杀船长的，你能杀掉吗？应该是龙王抢位置。龙王抢小月人的位置，然后去恶心船长，我操，有点恐怖。我的不该刷三蓝的，但是刷都刷了，还是刷完吧。送的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对面这输完送的。哎，我操，好帅，十多人。
别猜吧，就不怕你。啊！算了，给你吧。别说了，主播峡谷白金连跪的峡谷，但是峡谷钻一我还有连胜。往后走一点。400，杀人上数1200，我来刷一会儿，刷一会儿，前方刚好刷新。需要我的帮助吗？娱乐很不服气啊！我操！
一波。自己的战法如何？